弟弟，现在太阳公公已经被那个月亮吃掉了，现在是日食，知道吗？你看你后面是日食哦，有看到吗？爸爸拍不起来了，因为这个镜头的关系，我拍不起来日食哦。但是现在的话是日全食哦，今天是日全食，那你刚好看到了，下次你要看到的话是100多岁了，知道吗？你下次要看到日全食的话是100多岁之后咯。来，我们去公园玩吧。哦，现在的话日全食阳光比较不一样了，来去公园玩 ，Go Go Go！ 跑慢一点哦，都没有小朋友。你要先溜滑梯吗？好，那你。好好啊，去火车，让火车电动啊。哇，日全食哎，今天是日全食，阳光比较不一样，比较暗一点齁。来，弟弟，来让火车下来吧。哇哇，坏掉了，这里有水啊，弟弟，这里有水啊。弟弟，这个电动火车碰到水会坏掉呢，快点快点，甩干甩干甩干，坏掉了坏掉了。快点快点，甩干甩干甩干，坏掉了坏掉了，快点，你把它甩干，用力甩干，不要让水跑到电池里面，不然它会坏掉哦。下次我们在滑的时候，弟弟你要看一下有没有水啊，你看这里有水，这里有水，你看你屁股，哎呀你屁股也湿了，弟弟你屁股也湿了，知道吗？啊，你快点，它坏掉了，把它电池拿下来，我快点把它甩干，我们先让它晒太阳，把那个水先给它用干，不然它会坏掉，它会坏掉哦。下次你要滑的时候，你要先看有没有水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又没有把水拨下来啊！好了，我知道，下次我会帮你拨，好不好？我也会注意的，好不好？